在我们的生活中，惯性无处不在。车祸发生时，惯性正是对生命的最大威胁。惯性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我们在开车或乘车时，该如何降低惯性对自己的伤害？头已经把前挡风玻璃撞碎。原来如此，抵抗惯性，敬请收看。高速行驶的汽车如果突然遇到障碍物，就必须紧急刹车制动。汽车从高速运行到静止不动，对于地面，汽车不动了，可车里的乘客和物品依然会保持一个高速向前的运动状态。这种因惯性而保持的运动状态有时是致命的。2012年，一辆满载旅客的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发生碰撞，车上的旅客由于没有系好安全带，瞬间飞出车外，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由此可见，汽车在紧急制动或碰撞时产生的惯性对人的伤害巨大。为了降低这个惯性带来的伤害，我们的车辆上都安装有安全带，就是用来抵抗这种惯性带来的冲击力，减少伤害的。可是生活中有很多人在乘车时并不太愿意系安全带，有的人为了应付交通法规的约束，只把安全带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而有的人则认为汽车在城市道路中行驶速度较低，没有必要系安全带。真的是这样吗？汽车在低速行驶的时候不系安全带，到底会不会出现危险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惯性无处不在。车祸发生时，惯性正是对生命的最大威胁。惯性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我们在开车或乘车时，该如何降低惯性对自己的伤害？头已经把前挡风玻璃撞碎。原来如此，抵抗惯性，敬请收看。在一家汽车安全实验中心，我们将进行一次滑台实验，通过这个实验来测试一下，在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汽车的紧急刹车会对乘客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控制台，我们可以设定滑台的行驶速度，这个滑道的尽头设置了一个阻断装置，当滑台遇到阻断器，就可以模拟汽车突然制动或者发生碰撞的瞬间。你看一下这个撞的，把这两根，这应该什么材质的？这是钢的。钢的。实验人员在滑台上安装了一个汽车座椅，人坐在这个座椅上，就像坐在汽车里的座椅上一样。为了验证者的安全，我们在滑台停止点的前方铺上了厚厚的减震垫，也给验证者穿上了保护装置。首先，模拟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下，汽车紧急制动。在这样的速度下，座椅上的乘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还行，我觉得其实。你抓住了啊，就有一个踉跄，我手使劲抓着来着。实验结果是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只是让验证者微微抬了一下身体。由于汽车座椅的特殊设计，人的重心偏后，并且验证者的脚一直踩着下面的踏板，所以这次的速度并没有让他离开座椅，相对安全。不过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和一般人步行的速度差不多，毕竟太低了，验证者们决定把速度提高一倍，看看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行驶时会有什么情况发生。10公里，真人试验，发车。
没有。还好吗？这还，反正这速度比刚才快多了。这速度，我刚想的我小跑就可以了，没想到这个速度还挺快。在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下，移动座椅受到撞击突然停止。虽然此次撞击的力度比之前明显大很多，可验证者依旧还是没有飞出汽车座椅。从实验看出，随着速度的提升，惯性给乘客所带来的冲击力明显增大，但由于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还是不够高，它所形成的冲击力很快就被人体和座椅之间的摩擦力以及脚蹬踏板的力量所抵消。那么究竟多高的速度下，惯性所带来的冲击力能把座椅上这位乘客抛出去呢？我估计你脚蹬的会很用力，对，因为快到跟前了，我还跟他说了一句：“我说你蹬紧了。”是是是，非常，我蹬得非常紧，而且启动的时候比刚才的更猛。猛的一对，那一下太猛了，你想我都没回过神儿。那要不你还试吗？要不再加5公里？要不我再试试？接下来将要尝试的是在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下，滑台受到突发阻断的实验。据专家介绍，这个速度的实验从来没有真人尝试过，所以大家都显得格外紧张。15公里，真人试验，发车。太快了！这一次，乘客再也抵挡不住惯性的力量向外飞出。也就是说，如果一辆每小时15公里行驶的汽车发生了碰撞，你不系安全带的话，肯定会因为惯性的原因，直接向前挡风玻璃撞去，造成伤害。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相当于一般自行车的速度，已经处于很慢的车速了。在现实当中，一般城市道路因为路况不同，车速限制也有所不同。有的限制最高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70公里，有的限制不能超过30公里。我们取平均速度每小时50公里，如果在这样的速度下发生碰撞，那么人在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制作了一个巨型发射器，准备先测试一下，在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时，物体突然遇到碰撞后，自身的惯性会带来多大的冲击力。这是由两台废弃汽车骨架和一条结实的橡皮条组成的一个发射器，它的形状很像一个巨型的弹弓。首先，我们先测定巨型弹弓的发射点，确保发射物体是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飞出。1、2、3、40，还是有点少哈，还是有点低，咱们再往后点。哎呦，使劲！我可使劲了、啊，加油加油加油！看好了吗？我觉得差不多了吧。我看你现在起码后脚在1、2、3、4、5、6、7、8、9、10，第十格，不能再看了。来，预备，1、2，走！好准呀、啊、你。差不多吧，刚刚好，就这个位置，50公里每小时，差不多第十格吧，就这个位置，记住了。然后，两位验证者又找来了一块结实的钢板作为阻挡物，这块钢板足足有3厘米厚，并且有一个三角形的支撑架，它完全能够抵挡住发射器的攻击。他们准备先发射一个西瓜，看看每小时以50公里的速度发射出去的西瓜，在击打到坚硬的物体上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实验马上开始。3、2、1，哇！哇！我们通过高速摄像可以看到，西瓜在遭遇钢板后，立刻呈粉末性破碎，西瓜汁向外溅出10多米远，现场几乎找不到一块完整的西瓜皮。以每小时50公里左右的速度发射出去的西瓜，在碰撞后，自身惯性带来的冲击力竟然如此惊人。但验证者们认为西瓜太脆，出现这样的结果是理所应当，
所以应该换一种发射物继续实验。肯定不能用椰子，椰对椰子可以，椰子可以吗？椰子是可以的。怎么样，我来。这是你找的什么呀？椰子吗？你想要这种东西，如果砸在咱们那个墙上，咱们试试吧。还是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咱们赶紧试试吧。好，我给你背着一个，怕你一次不成功，行吗？行，搂住了啊。嗯，还是刚那个位置哦。3、2、1，哇！结果证明，在每小时50公里这个速度下，让有着坚硬外壳的椰子也会粉身碎骨。这个速度产生的力量让两位验证者很是吃惊。以每小时50公里发射出的椰子击打在钢板上被砸得粉碎，如果这是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发生撞击，车里的人又没有系好安全带，那么在这样速度的撞击下，人体自身的惯性会给身体带来怎样的伤害呢？这样的速度下不可能再用真人做实验了，验证者们找来了仿真假人进行实验。这些假人的价格非常昂贵，从皮肤到骨骼、颈椎都是模拟真人制作的，用它来做实验能够很好地验证实验结果。验证者们从假人家族里挑选了一个男性假人，这个假人无论身高体重完全符合一个成年人的标准，他将代替我们完成这次的实验。我们要去撞车喽！这次我们准备用真车做碰撞实验，这辆车是经过国家安全检测认证的，它的牢固程度完全能够代表市面上绝大部分车辆，这样可以展示现实生活中车辆实际碰撞后产生的真实效果。假人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顺利坐进了我们的实验车辆里，为了获得更多的实验数据，我们又在副驾驶上安装了一个假人，并且完全模仿了司机与乘客的坐姿。接下来车辆将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进行撞击实验，而它撞击的目标是一堵由钢筋水泥浇灌而成的墙壁。体重75千克的假人如果不系安全带，它将会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向前飞出，后果会是怎样的呢？这速度太快了，对，50公里。你能看见那个副驾驶那个位置的人的头已经把前挡风玻璃撞碎，这撞破穿过去了，这边是也是明显的头撞击前挡风玻璃的痕迹。对，太吓人了这个，而且是的，速度太快，这个方向盘你能看到吗？已经整块掉下来了。哎哟，你看到他腿了吗？哎呦，他的腿已经完全塞到那个储物箱里了。对，手抠哈，手抠，这个手套箱直接插进去了。哟，这腿我估计也得受伤了。我们通过高速摄影可以看到，汽车一受到撞击后，前保险杠立刻挖陷进去。此时，以每小时50公里行驶的汽车整体已经停下，但由于惯性，汽车里的假人仍然在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前行。在极短的时间内，驾驶员的头部已经砸在了挡风玻璃上，并且胸腔也已重重地砸在了方向盘上。接下来，司机被这个力量向后甩出，在驾驶舱内翻滚。而乘客一侧，在经过了撞击后，头部直接击穿挡风玻璃，玻璃的碎片刺穿了他的皮肤甚至骨骼，把他卡在挡风玻璃中。在撞击后，向后的作用力再也没有让他的头颅从挡风玻璃中拔出来。据专家介绍，在这种情况下，严重时两人都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发现这次的实验结果与视频中的车祸惊人的相似，
由于惯性而产生的冲击力，使得乘客一侧由于没有方向盘的阻挡，直接把头撞出了挡风玻璃，卡在中间。而此时的车速仅仅为每小时50公里，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个速度有点快，那我们降低车速再试一次吧。开过车的人都知道，每小时20公里是汽车时速表的最低时速，这个速度比正常人的快跑还要慢。也许有人会认为，在这样的速度下，即使不系安全带，车辆发生碰撞后也不会出现多么严重的后果。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将实验车速设在每小时20公里，在这样的低速碰撞时，没有系安全带的假人还会受到伤害吗？你看，你看把他俩撞的，受伤太严重了。这应该就是上回撞到玻璃上弄的，这次我们要再试一次20公里每小时的，你觉得没什么事儿？我觉得应该比这个受伤情况应该小得多了。因为你觉得你，但你都飞出去了呀，你想想。可是力气没有那么大。对，我觉得没有那么大。那就试试呗。那就再辛苦两位兄弟了，再试一次啊！我们先把车运过去。哦，走嘞。行了吗？位置。王楠，行了吧？这位置可以了，差不多哈。我觉得呀，上一回咱们有一个失误的地方，就是没有明确的看到他受伤点在哪儿，所以这回我觉得我们可以给他标记一下。我准备了一些油彩。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为了这次能清晰的看到假人的哪些部位受到伤害，验证者在两个假人的面部、膝部都涂上了油，这样就能方便的看到碰撞后假人碰撞车内的什么部位了。好，那我们就正面碰撞20公里每小时实验现在开始。血腥了，这个太血腥了，还是头部先撞到玻璃上的，对，对吧？这是我画的那个头，额头的那个位置。对，然后小叔，你看这个副驾，对，副驾这边是最严重的，它整个都倒下来了，而且，哎，我没有看到这边副驾的膝盖，我这边是那个方向盘，还是砸下来了。我们通过高速摄影看到，在汽车刚一接触到障碍物时，前保险杠立刻挖陷进去，车辆整体在此时突然停止。由于惯性的原因，没有系安全带的驾驶员继续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前飞出，在极短的时间内，驾驶员的面部就已经砸向了挡风玻璃，他面部的油彩也深深地印在了挡风玻璃上。而副驾驶的乘客在汽车碰撞的一瞬间，面部也是冲向了挡风玻璃。由于没有方向盘的阻挡，乘客的头部在挡风玻璃上进行了两次碰撞，并被反弹后歪倒在了驾驶舱内。专家介绍，如果这是在真实碰撞中出现的情景，也很有可能出现对人的致命伤害。汽车碰撞后，由于惯性带来的伤害非常大，即便速度低到每小时20公里，依旧很危险。那么，如果系上我们经常忽视的安全带，能不能就会降低碰撞时惯性带来的伤害？效果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呢？为了效果更加明显，我们这次还是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进行撞击试验。验证者们亲手为两个假人系好了安全带，并在假人的身体多处涂好油彩，以便记录受伤部位。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技术人员在碰撞台附近装置了5台高速摄像机，记录碰撞瞬间。一切准备就绪后，实验即将开始。那我们就开始。
准备开始实验。5、4、3、2、1，发车。我们通过高速摄像可以看到，两个75公斤的假人在经过每小时50公里的撞击后，强大的惯性虽然使身体急速向外飞出，但安全带此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就像一双强有力的臂膀，紧紧地抱住假人，最大程度地阻止了假人向外飞出的力量，而且它也没有被假人巨大的冲击力挣断。据专家介绍，这是因为安全带在系好后是3点平均受力的方式，这样就会很大程度地消减假人所带来的冲击力。但是，车内的假人真的就安全了吗？看到了吗？玻璃，你先看玻璃，跟上回的差别有多大？但是，方向盘。验证者们查看车内假人的情况后发现，驾驶员位置方向盘已经变形，并且上面沾上了假人鼻梁上的油彩，说明这个方向盘是被驾驶员的头颅砸中后导致变形的。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和之前没戴安全带时相比，此次受伤的情况要比没戴安全带时要轻得多。再看副驾驶的位置上，只是前方面板沾上了假人面部的油彩，但并没有损坏，说明副驾驶上的乘客受伤情况更轻。可是我们再看看之前没系安全带时，副驾驶位置的假人受到同样惯性带来冲击的严重后果。实验结果证明，如果不系安全带，无论速度是每小时20公里还是50公里，碰撞时的惯性都会给人体带来巨大伤害，而系好安全带以后，就可以有效抵抗自身惯性带来的冲击力，防止人体撞向前面坚硬的物体，造成致命伤害。从另一方面也看出，汽车速度越快，发生碰撞时，惯性带来的冲击力就会越大。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下，即便系上安全带，驾驶员也免不了受伤。如果速度更快，仅凭这样普通的安全带就很难保证我们的安全。在我们的生活中，惯性无处不在，车祸发生时，惯性正是对生命的最大威胁。惯性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我们在开车或乘车时，该如何降低惯性对自己的伤害？头已经把前挡风玻璃撞碎。原来如此，抵抗惯性，敬请收看。赛车比赛，时速经常在每小时200公里以上，碰撞、翻车也经常发生。如果还用普通的3点式安全带来抵抗如此高速下惯性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即使安全带不会断裂，驾驶员也会因为安全带在人体接触面积小而造成身体局部压强过大，从而造成致命伤害。这时候就需要5点式安全带。5点式安全带是通过两边肩膀、臀部固定到双腿之间的卡扣上，覆盖了所有身体的关键部位，所以在发生强烈冲击的时候，同样的压力，使用5点式安全带能在人体更多的面积去消解，从而减少某个点的压强，才能在抵抗惯性时减少这些冲击对人体的伤害。安全带是我们开车或乘车时的安全保障，不论车速多快多慢，我们都要养成系安全带的好习惯。